大家好，我们是水星。箱子是要干嘛的？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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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下一首歌就靠。跳起来跳起来！
经过一个礼拜，我们又来到高雄。所以不要再问我高雄要办专场啊！你们花钱的也看过，没花钱的也看过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那个今天是我主张，是我们第三次来，我主张。哎，不是应该拍手一下吗？代表我是一个很有主张的乐团啊。那我先讲啊，我主张都是一些靠北的事情。啊，对，有些家长啊，但是我真的要说哦，我主张两烟合法化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这个东西。对啊，如果电子烟可以，那也 OK， 好不好？对啊，这应该都在合法范围内吧？我觉得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台湾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大概一个月前在经典赛的时候，我在台上一直讲说支持中华队，就有一个观众来跟我说：“拜托你不要再讲错了。”所以我主张以后我们都叫台湾队。好，那再讲的事情就是下礼拜一随性的专场在台北 Legacy， 6月17号，请大家礼拜一中午记得去买票。到时候会办台中、高雄，迟早会的，但你们要等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很常来高雄，好吗？上礼拜来，这礼拜也来，不要在那边讲些有的没有的。每个礼拜都来，我才不要，你付我钱我就来，好不好？哎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表演吧。Thank you.
等一下，对不起，你们这样太尴尬，再回来一次。我今天要好好教一下，真的太糟糕了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哦，我每次音乐季因碍于时间，我就让它过了。今天我后面没有团表演了，我一定要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公开之后，我手是这样子，你们就回来好吗？怕你们看着分怀在要我下去是不是？有没有问题？再一次啊，再一次。我不会放弃你们，我一辈子都会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你觉得去音乐季，哦，你的行为会被排挤，欢迎下礼拜一来买随性的专场。
六月十七，我教你们怎么样看表演，好不好？不要好就也没满，好不好？我开的好剧，我不管。你真无聊。我不想要在我主张的时候骂你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。我现在要讲比较温馨的哦，就是今天其实跟孩子王还有酷哥一起演，其实非常高兴。所以我上礼拜去大港，我就没有看酷，对，因为我知道今天看得到。对，然后终于酷哥复活了。然后看到孩子王也很开心，是刚你们听的《撒奥娜拉》里面，有一对夫妻变老哦，那个老的妈妈跟爸爸就是孩子王主唱阿达的爸爸妈妈。所以其实我们跟高雄一直都有很深的连结，虽然我不是高雄人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来台北看水系的专场，好不好？ Okay, okay. 一定我们卖得够好才会。对，好不好？ OK。丑女费啊。下一首歌。在疫情的时候我写这首歌，结果发专辑的时候疫情就解封了，真是可恶啊！不是，也不对，解封就是好事。好，下一首歌，我想要飞。年纪大，我要坐一下。你们也可以坐下，好不好？坐下，坐下。
啊，快坐坐坐坐坐。坐坐坐坐坐，不会被我骂啦。我现在那么和蔼，我爸爸呢？爷啊，快点快点，坐下坐下坐下。骂我啊！我不要坐，骂我啊！我不要，我不要骂你。哎呀，骂我！哎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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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坐一下坐一下，哦，坐一下。那个烟雨飘渺，假手不坐啊，染了一个灰色头发，自己很低调这样。对啊，坐坐坐坐坐，坐坐坐。简单生活节，不错的活动啊。对啊，你们连冲撞都不会了，还想去参加什么很困难的音乐节？对啊，是不是？我讲的有错吗？哦，我都是对的，对，好，你一个人买100张票，好、哦。好，我们来表演吧。哦，我们就是下一个很文青的一个感觉，好不好？下一首歌超文青。啊、哦。啊，酒转超年轻，来吧。
休息到了、啊？有。哦，我有休息到，好爽。嗯、好、啊。又没有叫你们站起来。有叫你们要站起来吗？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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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坐着，坐着。啊，很难坐哎，坐太久脚会麻。那你要上课都站着好不好？哦，我先说好，骂人的啊，我坐坐坐坐坐，大家轻松了好不好？啊、哦，啊、哦、那个，因为这几年其实有很多朋友离开了，这首歌写来想念他们，毕业侠音。去年发了新专辑，是我们第四张专辑，然后所以最近都会唱新歌比较多。如果想听旧歌就来专场，然后就都唱新歌啊。还有，你是不骗。啊，下一首歌《公民的出口》。啊，那个鼓手说淡姐，淡姐，哦，好、啊，等一下，好、啊，你们先站起来好了。哦，反正我叫你们坐就坐，叫你们站就站，我主张，好不好？我主张大家，我在表演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听我的指示来动作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下一首歌，《光年之靠》。
民主自由、言论自由，都是有前人帮我们争取来的，所以我们要无时无刻提醒自己，我们要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利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是我们这首歌，无论你今仔日有啥物困难，明仔载拢会当重新开始啊！Thank you.
爱是的。哎，但是你们这些免费仔，不要仗着人家争取来的权利，然后来看表演，然后只是来蹭免费的表演，好不好？会会买会买，好不好？一定买，今天的诉求要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们唱《我主张拍摄时代》这一首歌，好不好？但我希望你们全力以赴，好吗？大家都靠过来一点，可以吗？靠过来一点，靠过来一点。跳舞了，跳舞了！我希望你们全力以赴跳，可以吗？带我上岸！可以，好，来哦，来哦！Yeah.
今天的参与期，趁机开始请大家注意安全，并将个人垃圾带走，保持现场环境整洁。哎，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带着满满的回忆和感动回家，将这份美好的分享给更多的人。那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，大家晚安，一路平安。谢谢你。哦，这样吗？谢了，因为我饮料过了。哦，好好好。